你是在看我吗? 我很高兴啊。 太有所不同, 我对你的心意。 答应我，每次看到月亮升起时，就要想起我。个子变高后，我好像离你更近了一些。你会更喜欢以前的我吗？姐姐说我只是个子变高了，内心还是小孩子，是不是很过分？让我来吗？嗯，我听你的。 不知道那个人会喜欢这条裙子吗？你是在看我吗？我很高兴啊！你走吧，别碰我！ 一起走吧。中招小兔 ，A 级不杀。 我会亲手开辟我们的幸福。 为了你，我可以做到任何事。你要好好看着我吗？